我一直有在国内训练，但是就是说近两年的状态水平呢不是特别好，所以说就是说比较沉默。经过近半年训练吧，始终有所提高，努力做好自己，尽自己的所能，去发挥就是说在场上的在比赛场上尽量展现最好的自我，作为一个自我的一个提升。